今天要做这一道是橙汁排骨，材料是排骨，小排骨，还有那个葱，还有现成的那个罐头，那个凤梨罐头就可以了啊，那个生姜丝，好啊，我们等一下要把排骨先炸一下，先炸排骨的时候，我们要先给它调一些那个太白粉，先放那个酱油下去，先放酱油下去后再来弄太白粉。我们把酱油稍微拌一拌哈，拌一拌泡一下，泡一下，我们再把它弄太白粉下去。太白粉把它拌一拌，我们等一下就放下油锅里炸，因为我们油锅要先给它热，热到它有一个起泡锅的时候，我们再把排骨放下去，放下去炸。因为这个排骨炸熟了后，我们再给它来做那个橙汁排骨的菜。我们现在要给它油锅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给它放下去炸。我们现在给它弄小火，稍微一两分钟就 OK 了，就可以捞起来。因为小排骨比较好，比较快炸熟了，你不能，因为它不会很大一块嘛，你太大块了就不好做。我们现在应该可以了，现在颜色变了，也差不多可以了。我就把它关火，我们就要捞起来，把它排骨先捞起来。因为这个橙汁排骨要给它弄太白粉，才不肉排不会那么涩涩的，才会嫩啊。啊，我现在排骨已经炸好了，啊，我先来煮这些菜哈。啊，我们要换一个锅子来做，先把它起锅。啊，我们先倒油下去哈，要把材料爆香，生姜先下去爆香，那爆香我现在先来切这个柳丁，是要做盘式的。那我们先香爆好了，我现在先把葱下去，葱爆香后我们要放一点醋跟糖，先放一点水下去才不会让它烧焦。放一些白醋下去哈，要放糖，差不多三瓢，这些材料差不多三瓢，都一点点就好了，就不要太甜了。那我们就把这个排骨再摆下去炒一炒，稍微给它煮一下哈，让它肉软一点，因为我们刚炸的时候怕它里面的肉没有够熟透，我们再把它煮一下，让它肉熟透了，然后我们再放这个罐头的凤梨给
给它掺下去。这个汤也可以换一点。让它稍微滚个一两分钟就 OK 了。啊，现在好了，我们就可以起锅了。这道菜已经可以完成了。好，我们已经完成这一道菜，橙汁排骨，我们已经完成了。我是很少在餐厅吃的，我在餐厅工作啊，我看到人家客人吃的菜，我看到那个菜也觉得好像蛮好吃又有营养，我会去问那个师傅说这道菜是怎么做的，我想研究一下回来做给小孩子吃。很高兴啊，因为全家里在一起吃饭的话，我都会跟他们讲，你们热食好吃你要告诉妈妈，不用，今天的菜好不好吃他们都吃光了，他说妈妈今天菜好好吃的，一个就想哦今天菜一定是妈妈煮的很好吃。